太可惜了。如果你会武功的话，我还会给你一个机会。那不会武功就不行吗？也行啊，你可以在我们之中选一个，只要能躲得过一招半式，我就放你离开。只要一招半式，不错。好，那我就试试。你选谁呀？我就选你。果然只是钓鱼的。Ha ha!